归去来饮好梦，酒杯中影要醉的人。你讲看最久的就是这个啊？对啊，足水的呢，这全台湾无几卡呢。我听讲哦，迄日本的影星松岛菜菜子毛摕一卡。嗯，有足侪人讲哦，我去松岛菜菜子足水的呢。哦，真是的哦，我就是讲哦，敢若我咧认为呢，啊，即摆有人讲哦，就代表真正足水的啦。那你我摕一卡包包，应该真舒服哈。嗯，啊，舒服就甲买起啊。哎呦，太贵啊啦！我只是一个意外助理呢，我哪买起？你真介意吼？介意哦，就买等去慢慢来欣赏啦。你，小姐，这卡给我包起来。伟君，我听你的口气，你伫咧皮甲过日子，敢真艰苦吼。安尼，你那着替伊趁钱，放互我就好啊。我就是无愿意认输啦，因愈看我无，愈欺负我，我就愈要做互因看。这拢无重要啦，你到底有爱恁翁无？若无爱哦，就袂做遐久啊。我巴肚内阁有伊囡仔呢。哈？你有心啊？啊，我当然看袂出来。我本来就散散啊，而且哦，头一刻本来就较好唱多啊啦，就是安尼，我唔再生气啦。这是因陪甲头一个孙呢，结果我煞无得到一点尊重啦。等我房地产了一天，看因陪甲，啥物人敢搁对我大细声？我要证明互伊看，我偌慧君，唔那干那要努力卡生囡仔，搁会低面陪甲赚大钱啦。有心的人哦，袂当伤忝，唔好行伤久。咱去头前遐坐咧休困一下，哈。这趁钱哦是真重要啦，啊，不过爱查甫人听话，唔是靠趁钱就做会到的哦。而且我看你生气的时阵哦，迄目睭变甲出大泪的。啊，你顶先生骂你哦。会用的啦，咱查甫人吼都爱用一点点啊手腕。你查甫人愈温柔，伊就会愈听话。咱若是要甲伊比气势哦，安尼就惨嘛啦。啊是倒位咧惨啦？本来哦，就啥物人较敖，都爱听啥物人的啊。话是安尼讲无唔对啦，啊不过哦，爱查甫人是连家己的能力不如伊的太太哦，伊甘愿吊刀自杀。那照你安尼讲哦，咱查某人就算讲做甲死，嘛无人会感激啦。放心啦，只要咱愿意伫正人的面头前，予伊面子，保持伊查某人的尊严，伊就会乖乖听话啊。而且吼，啥物时机开嘴嘛真重要哦。安尼伤忝啦，还搁爱看伊面色，一点仔都袂忝，我甲你教啦。是啊，唔是你试看卖，保证你有求必应，而且你翁哦会爱死你哦。查甫人哦，敢若和你讲啊，足无价值的啦。啊，你妈呢对待过议员？啊，议员嘛是查甫人啊，我得用头脑、用心、用手腕。啊，咱查甫人哦，只要出一个嘴。查甫人伊就会拼死拼活，甲咱要按掉，双手捧来咱的面头前。你讲的哦，毛利的道理啦。为人管哦，拢是咱查甫人的天下。只要咱方法对，做了好，查甫人永远拢会听咱的。对啦，今日吼，余丁夫人又办一场慈善义卖晚会，啊，我答应讲要上台展示珠宝。俺先去换衫，我先来走啊哈。慈善义卖晚会是不是会有真多迄政商名流？
是啊，我听议员讲吼，这边那是地方有头面的人物，连中央民意代表啊，还有真侪官员拢会来哦。佩珊，我今日带你去开一下眼界。好啊，啊，啊，不过我今日无时间头陪你呢。无紧啦，无到时阵哦，加介绍一寡朋友给你认识，啊，你都袂无聊啊。行。 油房迄个单呢？哎，王爷你也来，两个搁烧酒，啊，什么代志啊？好意思嘛，什么代志？才今我是面临阮在来的啦，迄拢是你家有影油房卖产品啊？阮哦，去恁的电台啊，找无你啊。台长讲你的节目啊，去用听起来啊。阮的货无你恁电台咧做宣传，阮货根本就卖不出去嘛。啊，阮哦，即个吼，甲你当作说要讲的即条件，拢完全无共款嘛。今仔日哦，阮要要求退货，啊，家己退哦，阮就好啦。啊，这边哪有可能啦？哎，啊，这产品这样以后。 都算讲电台无做广告啦，啊嘛应该是人家写写求只对啊。货吼根本就卖不出，这是事实啊。你若感觉讲你的物件啦好卖，你家早顶家己买，钱铺出来给阮就对啊嘛。嘿，啊恁的做生意拢无咧照步来，拢无咧讲道理呢。哎，当初我共切这货，就是现金买倒转呢。啊，你嘛是看这货吼有市场，唔才下现金甲我订这货。啊，我即摆电台一个节目停起来，你叫我甲这货拢接起来，无这是算倒一条理哈？ 这是恁兜的代志啦，非得回都卖不出去，阮要要求退货，这是真合理的啊！啊，恁真正打仗的，歹势啦！这社会吼是钱的做人啦。好啦好啦，这货我点点的，看应该退偌济钱还恁，我来退给恁啦，安尼唔就好啊！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的节目是暂时停一阵仔尔哦。 我即摆来搁倒转去开节目，开始卖到下下叫的时阵，我甲你讲，这产品绝对无可能放伫恁油房卖啦。啊，计划卖搁讲啊啦，钱要紧签签的啦。啊，这车顶这货吼，看你要哪处理啦。无，你甲我放去另外一间仓库，暂时先休息啦。啊，应该退偌济钱，我会开票给恁啦，吼。啊，好啦好啦，看你即逝，这样有生意要来解决代志吼。安尼啦，即逝有你，莫甲你算啦。好，啊，我唔着爱感恩了哈。 特别邀请到商品俱乐部的总经理王小黑先生来到现场。
球，我来介绍这个上球上漂亮的这个健康食品。哎，机会难得哦，卡蛋就是爱买观众朋友哦，哎呦，卡这就爱卡买哦，啊那无就爱感觉目屎看到物件搬到你厝啦。好，快点讲到，今麦就来介绍了王香蜜小姐。小弟先自我介绍哦，我就是啊，咱这个顶杠有名声，下杠有出名，咱即摆广播界上出名一个节目叫啥物呢？双喜俱乐部主持人呢，就是小弟本人王双喜哦，啊，非常欢喜，因也袂当甲广播地，甲各位亲爱好兄弟姐妹，大家来接缘。拄只呢，咱是咱听到啦，甜蜜蜜小姐歌声，会使讲是真福气哦。今仔日是一年一度广播电台之夜啊。来到贵宝岛，就是要甲大家来结缘。咱呐将电台过去上届频道的商品，摕来这个所在，要来甲大家来交陪，半卖半销售，买大罐送细罐。啊，既然甲是要结缘的，要和你开偌济？1000块，免800，万免600块，加到开500块，买大罐的送细罐。别人去发车，咱现场服务小姐、服务人员啊，只要你发车，商品给送到你的手头哦。啊，那万发车买无哈，不是大家富豪来。是的，这么好的健康产品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就今日才有啊。所以讲，朋友若是要买哦，卡进来较紧的，唔通骗人欺骗呢。啊，搁有上重要一件代志，那是买到第三台老片时阵，那搁有 special 啊。special 哦，我哩手头好食，万只毛头好食，所以讲大家哦，爱卡紧买，啊，想要点一分钟内买，就会到买到第三台老片，你讲好未？不是大家有哦，今仔日若买无着，待搁等一年哈。是的，我是咱听你讲，我这不是要买药的啊。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您啊嘛是电台机啊？什么电台机啊？叫你辣妹紧出来就对啊啦。是哈，食紧弄破碗。对啊。等下十个人客出现了后，咱是必须节目马上就要开始啊啦。即马有紧的啊，要跳紧跳啊，我们来走。咱是必须马上就要开始，啊！这部来欣赏完了，商品加减把咱交关一下，啊！大家到底起来嘛才有趣味点吼。咪咪，你们来再准备一下啊！你叫这大哥跳是必须哦。喂，我跳是必须，你有意见哦？我跟你讲哦，看大爷我那是新开来哦，你也把酒桶摊到来啊呢？我今我把酒桶烫哦。来，你这好的商品，你嘛交关一下，这囡仔吃落好有滋味，老人家就百年啦。好啥？我啥来交关一下？买大罐的，我啦，买一罐啥物两罐？我算你较特别啦，别人无敢那你啦，啊一罐啥物三罐啦？啊起笑就办好了啦，啊我交关一下，啊真正无爱。啊收起来，收起来啦，老收起来，老收起来，卖袂啊。这个舞台的负责人是谁？就是我啦。哇，现在是怎么样到底啊？我七彩霓虹灯闪不停呢，是不是等一下跳脱衣舞？啊，这边有可能啦，误会啦。我会当做保证啊，我的节目绝对是老少咸宜，无可能有啥物上风摆上的代志啦，不可能啦，不可能啦。我刚刚有听到群众检举呢，说这里准备要上演火辣辣的 special 呢。special？啊！你这个太冤枉了，哪有可能？拄只吼嘛，才干那伊一个人伫面顶咧唱歌尔，这边哪有可能有啥物 special 啦？无啦，不可能啦。他哦，哦，他跳起来一定很吃力呢。那是你没有眼光的啦。哎，下一个，我来先面讲哈。但是吼，你在这里用这个舞台表演，还在这里摆摊卖东西，我你有没有登记啊？如果没有登记，也没执照，是要开罚单呢。官区大啊，拜托的啦，啊时机歹歹啊，啊出来度一下三顿，你若甲我开罚单，啊我都无米通煮饭啊咧，吼。奇怪呢。啊，什么奇怪啊？哇，你的声音怎么那么熟？
我们是不是认识啊？认识哦。哦，认识认识，你顶摆听过我的节目对无？我给你自我介绍一下。来，我来哦。双喜俱乐部主持人王双喜，就是小弟本人，本人就是主持人王双喜。你就是双喜哦。哦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哎，难怪声音那么熟，我常收听你的节目呢。等一下，我一定跟你拿个签名啦。没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你不是电台很红的主持人，怎么跑到夜市摆摊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这些哈应该都是在节目里面卖不出去哈，所以才拿在这里卖，对不对？那有可能啊？哎，我的节目那有可能就卖不出这商品啦？哎，我来夜市啊是因为吼，我是名主持人呢，啊了解上基层的听众朋友需要是啥物啊？以后伫我节目内底，唔只他跟我的听众朋友交心呐、啊。哇，那么贴心哦你！哎，光顾多爱啊！既然你是我的听友，那剩下就是好朋友啊嘛吼。手先也较悬的啦，啊罚单吼啊卖亏啊啦，吼。就是哦，因为你是有名的主持人呐、啊，公众人物哦要做老百姓的表率，不能有特权呐、啊，这老百姓哈、哦、才跟着你守法、啊，所以哦我还是要公事公办的、啊、哈、哦。好，来这边签名。啊！你拄只讲要爱我签名，啊，都是叫我签这哦、喔。不好意思啦，公事公办啦，哦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提醒你哦、喔，如果明天在这里摆摊还是被我抓到哈，我还是要开单的，知道吗？知道知道。生意哥，歹势啦。本来我是要跟你斗三工的，结果今嘛唔拿人客走了了，我害你开罚单。但你哪安尼讲啦？你这里讲义气跟我斗赞助，佮请电子花车跟我徛台，我应该跟你说多些才对啊。你先看看，我请你吃宵夜，好。你嘛加只歌，知影者？好啦好啦好啦，嗯，啊，对啦，来来来，这两千块，也买好你个，来。买啦，小一个，我已经讲过啊，今日哦算是我迄落诶友情赞助啦，我根本就无想要提钱，你收起啦，我要来走。安尼歹势啦，好啦好啦，无另转，做一个算啦，好。来，明明，来我敬你来。来。对啊，小一个，啊文君姐嘞，你哪无来啊？好，伊今日若是有来，加唱两条歌，保证你的生命别甲下下着，小姐有哦。哎呀哦，还袂好完全啦。好，安尼你爱叫伊加唱几节？谢谢啦，我替伯母甲你说多谢，好。嗯。小一个，啊你咪无啉烧酒啊？在嘛是爱食诶。好了，咪咪啊，啊，看你这么讲义气哦，跟我斗三工，我是也歹势不跟你讲啦。其实我电台节目哦，停起来啊。啊，那呢？所以我唔知急要把这产品啊，紧销销出去。哟，我拢唔知影呢。啊，啊，你甲文君姐以后想要安怎啊？放心啦，我相信天我找人知道。这是我运气歹，不是我带赛，我不遐尼简单就拍落。对啦，咪咪，啊，你明天在还佫有别个表演，啊，无你较早等休困嘞。啊，不过你放心啦，我袂做戆代志啦。你较早等休困嘞，啊，我加做一些，我想我路边那件，好。无好啦，我先来转去啦。是讲上一个，你还会记得哦？我甲三宝是妈子的，阿姨阿兄就是我阿兄啦。你要若是遇到啥物困难哦，做你卡电话给我，我绝对替你交代吼。好啦好啦，多谢啦吼。好啦，安尼我先来等啊哦。好，较顺利的吼。好，再见。
啊，啊，这个算什么来？唔免啦啦，拄只咧碰皮的小姐，钱已经拿了啊，多谢。哦。收单，我南面要收单，啊，同事在要搞吼，啊，你要过下过去，等下过侪无？好啊，无啊，紧看卖啊。这个，铁生，你拄才介绍我认识遐个人哦，拢是我较早伫个电视，啊，佮有杂志看到的大头家呢。嗯，听到你咧讲哦，做生意的美角。我才知影讲，先拢人咧讲哦，山官唔免有钱，大班唔免有钱啦。真正有生意头壳的人哦，拢是用小钱咧赚大钱。无唔对，若无参照你讲哦，是爱开几百家才蒙店，才好得赚就业啊。现在这个社会吼，只要人面看关系好，就看到用钱去洗钱啊囝啊。是啦，刚才哦，我有你这个好姊妹啊，会替我引路，带我去见世面。啊，若无，我着真正做一世人的高薪水鸡啊呢。哎，头家，歹势啦，我连刚再来买吼，是嘞是嘞。我常常出出入入去遐高级场所，啥物人啥物款台词我毋捌看过。你若来常常带我去吼，你就会知影啦。多谢你呢，免客气，姊妹伴。林丽华，李佩珊，咱真正是冤家路的，我拄啊要找你算账。你是七月半啊，唔知影死亡。我问你，我拢已经照恁的意思和高议员的条款通过啊，谁讲你要去找萱萱的麻烦？哎呦，冤枉哦！我是去洗车，拄好撞到萱萱呢。哼，伊话无礼貌嘞。我是看在俊男的面子哦，你看大伯早就去给伊头家斗啊啦。啊，你若是真哩唔甘萱萱吼，啊，你就卖放伫外口打工，趁恁唔食钱啊。萱萱会去外口打工，迄拢伊弟妹啦。天公伯也真正无目睭呢，你迫害人的家庭，搞到母家的农家煞体，竟然无受到报应。哼，即马搁揪着大伯人的裤头伫食钱，你哦真正是好人家来转世。我有法得按内查甫人，让乖乖听我的话，那是我的本事啦。我上山求你，连结婚二十年的翁都抓袂掉。我看吼，就算你要去人倒贴，人佫会嫌你杂念佫加薄。你，哎，亲家姨啊，虽然讲咱是亲戚吼，也毋过我还是爱讲一句公道话啦。迄双讲了无毋对啊，你哦，常常要结一副个大姐的派头啦。不是管东管西哦，就是爱嫁死人。啊，你讲唔再去外口偷食，我若是你哦，我得必定要厝的啊。那好意思，搁出来下戏下情啊？亲像你这种苦毒大家官，欺负小姐啊，还搁东西恶毒心腹，你拢会应该出来踅街啊？现在我都爱眯起来。好啦，你若是有底念吼，咱亲情的关系，安尼我就跟你讲一声，千万唔通甲这李佩珊假收我。啊，若无死狗无细腻哦，会生出一个无情无义的不好囝。林丽华，你讲话较细腻的哈，唔通袂记的。你甲正南的头路，即摆落在我的手头哦。哼，啊，若是我气无歹吼，我着互恁两个拍破饭碗，你着准备互你的查某囝萱萱洗一洗人车来友好哩。我不准你伤害萱萱。哎，你的太袂查某囝啊，本来就欠架势啦。佩珊愿意替你驾驶走行，你应该感谢伊才对啊！哎，你怕我？安尼才拄啊好尔啦！今仔日是因为你有心啦，啊若无吼，绝对不是细个嘴皮就安尼出路煞。李佩珊，我甲你警告，非得我什么拢无啊，我什么拢唔惊啦！你若敢过来撩我，我这条命都给你退！哼！哎，佩珊，好，你这查某是甲我扯。你有安怎无？
以我即摆身份甲地位吼，才不爱甲伊这种菜市仔欧巴桑在落去卡动手，是我的身份。对啦，对我这种人哦，根本无需要家己出手啦。要唔过林立华迄个人哦，不能出话啦，一定想办法等来爆料西雅湾啦。伊若食你一嘴哦，你就要叫伊行你一道啦。啊，若无当作你咧好欺负。放心啦，伊这条吼，我一定会甲套转来。是啦，林家的人哦，一日都袂用放伊煞啦。啊，若无因全家伙啊，拢厉害家对付你一个啦。你就刚刚回来的消息啦，你也不会去找伊啊？你叫伊给你一个交代。我嘛只想要去找伊啊，啊，不过伊一讲到啊，拢找老妈来搞恐吓，我即马去找伊，不是第一是上马起好。我讲，这个时阵哦，你绝对袂用惊伊啊。安尼啦，你若不敢去啊，我陪你去，一定叫伊把3000万掏出来。囝，你莫有关这个代志啊。江明峰要对付人是我，你若阁继续管落去，煞来连你嘛拖落水啊！其实我早就叫拖落水啊！伊甲阮二姐夫的钱借去哦，害阮两个变面，这条线我要找医生嘞。好啦，珍妮，你莫阁丢丢啊！啊，那回避开了，那就回去啊！行，好，行。处长，伊我去，车无你代志啦。经理，想袂到你也是这么思念我。我才落飞机尔，你就上来。好啦，即摆知影讲无我伫咧身躯边，日子是真歹过哦。我真正想袂到，你竟然用我的口罩来陷害我。既然你无想要我离开你。你就直接针对我来就好，是要哪要去连累其他人？因为你欠我太济，就算讲摕了3000万来堵销，我也无够啊。欠你我拢已经还你啊，我搁欠你啥？钱济好还，啊那感情济哦，要还也还袂清啊。这过十年来吼，我放母放囝，规心咧对待你，除了我。还靠什么查甫人会当亲像我安尼疼惜你、照顾你？我欠你，那安尼你欠我嘞？我为着你，我去让人讲我是好你家。我为你付出我的青春，付出我的青春，我为这间店付出我所有的心血。结果嘞，今麦你把这所有的物件拢放水流，你敢来会记我欠你？那拢袂记我对你的好，对你的付出。哪里？你着莫离开。既然外面搁留来，踮伫我身躯边，所有的问题、所有的代志，我拢代替你解决。3000万不是问题嘛？该害什么人害什么人吧。我无欠这个钱啊，经理。我阁给你最后一摆机会，你要愿意，倒来我身躯边。你免阁我机会啊！我甘愿死嘛，无愿意阁甲你这款卑鄙下流的人阁有任何的关系。哎，干哪？欺负查某囝，算什么查某囝啊？哈？要出去找我来啦！来啊！你来阁闹吼，我要叫警卫啊！来啊！我惊你哦！警吼。刷刷起来，唔要为着这款人气干。哇，珍妮，代志已经安尼，我已经来处理啦。啊，无，这连文英二姐咪找我算账啊。咁样吼，阮大细生的钱到底要吐出来袂？哼，迄是伊找你甲珍妮讨的啊，恁家己去想办法啦，甲我什么地带啊？咁样吼，这一切拢是你的诡计啊。即摆我二姐夫啊，要告珍妮。你家下排干嘞，你都袂良心不安呐、啊！
伊对我无情，我就无需要甲伊讲。反正吼，若要告落去，死嘛是死着我，我来惊死。青年，你爱面对现实。即马只有我会当救你，你若过来救我，代志拢好解决。那无，有够你家己负责。等你，我需要安尼做，行。到时阵哦，恁两个咱拢做伙去死啦！你若敢找真理麻烦，我就给你歹看。好啊，到时阵哦，我就是要看什么人敢歹看。吃暗顿啊，甲咱过约会，无陪阿爸阿母，唔知伊会生气无？哇，你想伤济啊！我爸妈八顿啊，无遐尼下啊。啊，不过我答应阿母要煮十八鸡条伊食呢，已经讲足久啊，拖伤久就无诚意。咱去超市哦，买一挂食材。银行，我煮意大利面，请恁食，好不？哇，是是，你愈来愈贤惠呢。赶紧落去哦，我爸妈连到两早甲你带转去，生几个孙仔互因抱。想要做爸爸哦？你去带别人啊？我无想要遐早结婚哦。敢真实嘞？你真正爱我带别人？是啊，规日哦，也毋是无人要嫁互你啊。你会当带迄个秘密啊？看你要生几个哦，伊绝对配合你。你卖讲生笑好无？我才无想生第二囝嘞。是哦，无我打电话问伊看嘛。你卖讲生一日。卖闹卖闹啦，卖闹啦！我接一个电话啦。徐志明啊。喂。哦。我知。我去找伊哦，门口嘛。好，拜。讲啥？你爸等来。伊唔承认，伊把迄个3000万摕去。伊那是想要上夜生你哦，那让伊干单的人去聊啊。3000万哦，唔是一个小数哦，这关系到二姐夫公司的经营，还佮有3姐夫的情变。代志先把抓出来，我有责任爱查清楚，向大家一个公道。谢谢，我陪你去。袂用你啦，阮爸若看到你，就会抓公啊。伊若知影咱两个人做伙，根本就讲袂落去。你先回去，我甲你找阮爸就好啊。万一你把佮伊抓回去，要互你出来，安尼我要安怎？你放心，我早做甚物准备啊？花天早班都是面对恁爸，咱若趁这机会，让恁爸知影咱社会关心吗？你跟恁爸生气无？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惊啥？行吧。囝就是爸仔囝哦，心有灵犀一点通啊！我接落飞机，阿袂甲你联络。我若知影吼，你会来看我。我真欢喜。要唔过，你后壁迄个，真努力哦，真久无看。哼，笑话。阿你两个，你甲公司放的，早你走去美国。留迄3000万糊涂账，给文杰伊两个几乎相加。你老实讲，迄个3000万到底是毋是你摕去的？你是咧指责我？你若是有见故讲钱毋是你摕，我会当甲你回失的啊。啊，不过迄3000万若真正是伫你呾地下内底，你就要还所有的人一个公道。那要摕3000万哦，去找叶真理，卖这个。那真正是你，我相信你一定不是为着那3000万，因为咱家根本就无欠欠的钱啊。你是为着要吓惊叶真理，把伊教死对无？那真正是安尼，伊已经受到折磨啊。你莫搁牵拖无辜的人，好无？
你当时跟叶正莲变作好朋友啊，竟然替伊来救我啊！伊破坏我的家庭，我是永远无可能跟伊做朋友。我是希望，莫阁有人为着迄个三千万，公司破产，家庭失和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我也是迄句话啦，这三千万甲关系。江董，今日西西会来找你，是因为对你这爸爸够期待。伊希望洪我头过了后，你那个实话讲出来。想袂到你也是，阮爸囝的代志啊，你个人莫插嘴，好、啊。文杰不是外人，伊是我的男朋友。你给我放手！你给我放手，你有听到无？小龙妈，什么放手？江董，江董，江董，放手！有话好话讲，你安尼世界受伤啊！这就是你交男朋友。我甲你扯凶，我这么大汉，你交一个这不正经的我来哇！文杰是为着要保护我。保护你？你是我的查某囝呢，我会甲你伤害啊？你已经伤害我。为着那三千万，我良心不安，答案都睡不落眠。我实在想不到，做你的查某囝是遐尼见笑，遐尼痛苦。就算那三千万是我提啦，啊，遐嘛是迄阵你欠我的啊。做我江明峰的查某囝，敢会较见笑哈？你竟然为了三千万来讲这话，你唔惊爸爸伤心艰苦？我比你更加艰苦。我到今嘛才知影，我这个查某囝，在你心内一点仔地位拢无，你干那想着你家己尔？你安尼做，唔然无法度把叶振宇找倒转来，嘛会把我逼走。到尾啊，你会失去所有的亲人，孤单到老。一三高，你讲这个五六的话，是真个唔惊正去哦？无需要人教，这拢是我的心内话。好，真好，恁拢真牛，一个一个拢真牛啦。那你叶振宇哦？去搞一个偏见，让伊做靠山。阿姐嘛，你有你偏见，让伊靠，都甲我摊去边啊！我甲你讲，若无叶振宇在我身躯边哦，我的生活嘛是过较真快活啊。啊，若无你个查囝哦，无人甲我恶念，我嘛是过较真清心啊。当初我无生你，对这么开始，我就免烦恼，我免甲你留偌济财产啦。我若怀疑要开，我就甲开啦。你甲我走，你甲我走啦！既然你无稀罕，归去开报纸，把全部你关系好啊！咱来走，行啦，行啦！恁拢甲我作对，搁杀人我查囝甲我作对，叶振宇、彭建龙、林文杰，我一定要让恁每一个人拢得到报应。爸爸，想讲亲情在讲道理，希望你莫阁害恁啊！结果等到回糟蹋。是啊，因男肯答应，阁怪西西开恁这边啊，啊拼甲两个愈冤愈厉害，冤到尾啊，西西阁请爸爸要断绝拼甲关系，伊也是唔肯落软啊。西西，是的哦，我本来料准讲你甲恁爸爸讲，伊就会落软。结果想袂到，等到拍拍恁爸囝的关系。我也是刚当的哦，根本就唔当啥个做感情的。伊目的啊，就是要逼珍妮认输啊。珍妮唔肯哦，害到乌爸母啦，甚至伤害到伊身躯边所有的人。哎，安尼讲起来，珍妮若是唔肯转去，安尼唔就无得解决代志啊。我个感觉无唔对，这所有代志拢是因为我。只要我回去江董身边，这所有问题拢会解决啦。无啦，珍妮，你千万别安尼做诶！你安尼做，你一世人就乌有去啊！啊，不过我即摆已经害到这么侪人，煞来连累到谁也毋知影。我已经害到你，害到恁二姐夫，甚至即摆搁害到 C C。
这就是我的命运，归去我认命。你袂当安尼就认命。三姐夫讲了忘掉，你若回去阮爸身躯边，你只是人会乌有去呢。啊，不过我即马已经拖累着你，我袂用看你甲恁爸爸冤家，敢那冤相人同款啊。我无稀罕你种爸爸。你袂听你讲，讲较安怎讲，伊还阁是你的爸爸。那安尼哦，我代替阮爸爸甲你回实嘞。啊，不过我袂当目睭紧紧看阮爸继续做遐伤天害理的代志。你放心啦，不管有啥物手段，我一定想办法，让阮爸回心转意。小华，有你这句话就够啊。你放心，我绝对袂阁行回头路。就算我会去坐牢，我嘛袂阁答应伊任何条件。你怀疑啊？讲讲什么是哥们？哦，真正有够无意思啦！一定啊，叫伊办一道，甲咱会一下。即马随敲电话来给伊。什么？嗯，这两天你想要敲电话啦？这思思啊，为着因爸的代志，最近心情真无好啊。即马无加咧陪伊啦，我看伊嘛无啥心情，哪食饭啊？哦，原来是江董的代志哦，我有听恁讲啊。啊，即马情形安怎？即马江董已经转来啦。啊，即马严确定就是讲哦，即个代志拢是江董咧创空的，伊特别报吼，甲阮大拢报甲真凄惨。那安尼，文杰甲细细交往敢袂顺利？伊两个即马拄开始谈落来啦。啊，你若讲即件代志对因的感情完全无影响哦，迄嘛是骗人的。安呐安呐，咱进前吼拄着遮尔济阻碍，最后嘛是结婚啦。吼，歹讲啦，文杰啊甲细细吼，这是小 case。林刚哦，我这要文件出来，改几步啊，绝对的 ，no problem。归去来饮好。